话题人物，对号入座，坐哪里？球场第一排，嘿嘿。我们这一集呢，邀请许晋哲总教练带领台北富邦勇士拿下了冠军之后，在前一集我们去骑了重机啊，准备要考照了。那我们在这一集呢，会来聊一下。勇士在下半季啊碰到的一些状况，还有怎么样去整合，怎么样在总冠军冲击到完成二连霸，当然有一些季末的规划。除了我们的固定班底之外，云蔚也加入我们的行列。大家好，我是云蔚。我在开打前，我没有听到过任何就有人在节目上敢讲说4-1勇士赢这个结果。我想问徐总，你自己是意外的吗？还是你觉得这个你在赛前开打前，你觉得这个是有机会？老实讲，哇，老实讲，其实我每一次打系列赛也好，冠军赛也好，我不敢去预测到底几比几的，就是顺着那个走势。像第一场打完，我相信我自己都会有点担心呐、当我们第二场赢球，然后第三、第四场赢球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就开始找回了那种觉得可以拿到冠军的信心。否则之前我讲真的，这一季我是走得非常的害怕。对，今年一整个赛季，其实在上半季的开季，在过完年回来有一段期间还不错。我印象中是三月左右，是。可三月过后绝对碰到一些状况，那那个时候很多人其实不看好。很多人说你们老了啊，很多人说这个徐总那就是只会炒老将，这些你应该其实也都知道。我不知道，我不想看。聪明，好。那一路调整到冠军战，你觉得最后可以在短期赛事内盯出这样子的成绩，特别是对梦想家很难打，可是对工程师打的算是相对在二三四五战打的算是相对顺利。你觉得这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故事，或你觉得你很有感触的事情，想或者是你想说的话，跟我们分享？其实我觉得整季下来我们都走得很坎坷，就是从大家不知道第一场球记不记得，就是志杰第一场就受伤，小鼎在季初的时候手骨折，他也休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们这一季啊，就是大家 不是很看好我们，然后觉得我们年纪又从去年打完了，我们又比较大，年纪比较大，然后不看好我们，再上伤病又过多，然后很多的状况都在这一季发生。其实在年前我就已经定出第一个目标是胜率不可以低于50%，就是小目标。欸，这个很低标欸。可是我们今年的状况真的非常的多。那从开季开始，这个，就不知道。对啊，徐总就是多次赛后记者会就一直说，好，还好这场有赢下来，我们胜率不会低于50%。其实大家并不知道说，第一个我们很多的伤兵，这当然不能当借口。可是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一直在控制老将的上场时间。其实我很不希望他们过劳或者是受伤，因为我看到了小鼎跟志杰一旦受伤，他要休的时间是非常长的。那更别说文成，文成从头到尾是没有大伤过的球员哦。你一让他进入到大伤，我告诉你，这个是没完没了的。我会希望所有这些球员能够是健康的进到季后赛，那季后赛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一个过程，然后控制这些老将的上场时间。可能球迷不知道，大家觉得翔军今年怎么打那么少？你们可以去看他膝盖就是积水，常常就是练一次球要去抽水，然后让他膝盖是保持很舒服的状态。就是这个过程的确很艰难啊。那最重要的就是到了季后赛的时候，我们从团结在一起，然后尤其在最后关键的第五战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口号缺一不可。我们很多之前的伤兵，甚至我们那一阵子，我们有两个防护员。两个防护师全部都确诊，所以他们找了之前我们去年还是前年我们球队的防护师回来帮忙。第三防护员算是来接到这个电话，他就来救火，然后跟着我们到新竹。哇，我非常感动，因为球队的确在那个阶段发生了一些事情，可是我们通通都挺过来了。然后在 Game 5的时候，所有人回归，然后回归的时候，那个我们的口号就出来，然后我们居然在客场就拿下比赛的胜利。比赛结束，最后富邦勇士就是108-104，在总冠军系列赛的第五战，在新竹取胜了新竹接口工程师，也完成了在 Plusly 的二连霸。那现在回过头看，就是今年的这座冠军和过去您拿过六座冠军，在就是有什么样差别呢？我觉得每一年的冠军都不容易，不过今年蛮特别，就我刚刚一开始讲，第一个是客场，我从来没有在客场拿过。
就是以前的比赛，大家仔细看看，就是同一个，大家都是到一个总比场地，没有主客场，对，没有主客场，大家就到一起到了哪某一个场馆，一起在那边比赛。第二个就是我们中间从开季到后来，中间我们球队发生了很多的问题，不管是伤兵，不管是任何请假什么，都有。然后再来就是很多人不看好我们。那不否认我还有我的球员有些人年纪大，那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觉得说啊，桂宇啊、翔军啊怎么都没有打出来，廷恩啊怎么都没有打出来。那我觉得最后啦，我们用这个冠军证明的就是大家不要，这叫什么打脸，就都还能打，确实都还能打，没有他之后就是打了那些质疑者的脸，确实是打得还蛮响。那我觉得就是徐总的冠军都有一个特色，就是从之前在璞园拿的冠军，然后一直到勇士队，然后到现在在 Plus E 拿的冠军都有一个特色，凡拿过冠军都会连霸。哎，对耶，对对，就是连霸这件事情，到底第一个是难在哪边？那第二个事情是你在连霸的时候，跟你的前一个冠军它的差别在哪边？其实我一直跟球员讲，拿冠军就不容易了，你要连霸其实更难。那其实我一直很反对讲连霸这件事情，因为那不然怎么说？那不然怎么说？再拿一个冠军，再拿一个冠军啊！对啊，因为我觉得连霸就是压力啊，给自己很大的压力，给球员很大的压力。然后连霸，连霸，连霸，那只是一个名词啊。这跟再拿一个冠军有什么不一样？这跟你们那个对手梦想家的 Kyle Julius 朱总说的一样 ，win one game three times， 就赢一场比赛，但是要赢三次，一直是一样的。是是是，就是说，因为球员在比赛当中会受到很多不同的压力。还有体能的挑战，那你怎么样去转移他们的注意力？这我常常在赛前的时候就想尽各种的方法，准备了很多这样的一些模式，然后希望去帮助球员转移他们的压力跟注意力。有没有什么实际的例子，操作过的例子？这不好讲的，讲一个比较可以讲的嘛。都拿冠军了，手势啊，大家应该知道我们季后赛的手势是这样吗？对对对对。可是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一的目的原因在哪边，就是有一年。应该是我们打，就是富邦在打 SBL 冠军的第一次。那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好像大家也没有很看好我们。后来我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处于落后，然后我就是跟球队好，那我们现在目标不是要一吗？那可是在场上的时候，我们常常在场上球员跟球员之间会表现不好，会抱怨，或者会有一些脸部的表情。然后我就那时候我就想到一个一，然后再来就是你要指着你的队友，如果他表现得很好，就是用指他的方式去激励他。对，那如果打不好的时候，就是你要闭嘴，类似这样的，反正就是有一些一的一些手势，然后就让今年也是这样。今年其实我们在 Game One 的时候就发生了我赛后就是不要讲失言，而是我一些情绪比较情绪一点，情绪到了 Game Two， 反正在Game One 结束，我就跟全队道歉。道歉的时候，我就讲说：“好，那接下去我们就有这个手势。大家都知道这个，这个手势我们是要第一名。可是，然后第二就是外面有很多人就不管讲我们。然后再来就是，我希望你如果在场上继续跟裁判抱怨，我就比这个叫你闭嘴。对外我们要这样，然后对内我们是要亲吻这个第一名，亲吻冠军。所以一些手势会让球员开始 focus 在。”就是我想尽这些方式啊，去让他们能够，不管是手势，不管是讲法，能够让他们 focus 在一件事上。现在当总教练好难哦，还要常常发明一些金句耶，还有一些真的不是只有战术。我觉得战术好像反而还是容易的，你怎么让他们去情绪上面或心理上面能够去统一，就是能够稳定啊，或者是团结起来，这其实更重要。尤其在打到你刚刚提的连霸。是你必须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完成这个联霸。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针对辛巴，过去叫布拉，对。我发现徐总是辛巴跟布拉克星，克星，克星。没有，不敢讲。不是，我们例行赛也被他打惨。不，我的克星意思是说，他在你对上的时候，你也没怎么用他，就是他好像不是你喜欢使用的类型。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吗？我很喜欢用他。其实他当时在我们在球队的时候换掉他是真的，他脚伤哦，他是当着我们球队的面，在我们练球当中踩到队友的脚。可是你都知道，洋将是很在乎这个职业，他们就是必须要赚钱嘛，所以他就会隐瞒自己的脚伤，所以当时他一直说没有没有。可是我们的防护师就告诉我说，教练他就是肿的啊。A B U 我们把他换掉之后，他留下来台湾，他休息了6周以后去了玉龙。嗯，当然你休息了6周，脚当然好啦。
所以并不是说我不喜欢他，我其实也很喜欢布拉，他个性非常好，然后很认真，求胜心也非常强。那我们为冠军赛这件事情，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有没有什么在今年冠军赛当中发生的故事，或是在季后赛当中发生的故事，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然后你觉得有趣，是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应该就是大家有意思，就是大概注意到几个点了。文成在季后赛打得非常多，第一个我一直强调嘛，就尽量能够让他季前去保持健康的。季后赛之前，我有特别跟他开过会，我说例行赛我知道你打得比较少，那你也不要太帮他欣赏。可是季后赛你一定会打很多，你相信我，你一定会打很多。所以从梦想家系列到工程师系列，他大概平均就超过20分钟以上。季后赛我们的命中率非常的高，对对，哎，文成的三分命中率超过70%哎、欸，我们在季后赛的时候，大家自主投篮的这个，应该讲说训练，自主训练，自主投篮的训练，大家变得很自动自发。从一个人身上开始，从 Singleton 他从例行赛快结束要进入到季后赛的时候，我常发现我们下午是四点练球，然后很多人在三点多就会来，他三点之前，然后我一进到球我已经是很早到了，三点出头到，他跟魏巍已经在那边投篮了，他应该两点半就开始了。然后到文成是每一个比赛日的早上，因为假设我们在主场五点比赛，然后我并没有要求每个人都来投篮，而像文成、过于孟学、根玉这几个都是每天早上都一定会进来投篮，所以我觉得在进入到季后赛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目标在哪里，就是包括在梦想家的系列赛，还有在拿到冠军的时候，你都讲了感动这两个字。但你也就是国内外大大小小的战役也看了这么多，也带兵这么久，为什么你特别觉得今年这么有感触？就像志杰赛后讲了一句话，他也没想过40岁可以拿冠军。我不会意外，我觉得应该蛮合理的、啊。可是就像他讲的、啊，就是说他也没想过这么年纪到这个年纪还可以去拿到冠军。然后我所谓的感动是，我们不同的人跳出来，每一场球大家没有去 care 上场时间。其实例行赛或多或少，我相信每个球队的每个球员都会去抱怨自己的上场时间不够。可是我觉得到今年的季后赛这两轮里面，每个球员在上去的时候不会去 care 自己上场时间多少，而是就是你给我一分钟我就拼尽那一分钟。像廷恩上去的时间很不稳定，苏伟很不稳定，记得是对工程师在我们主场第二场，工程师因为已经他赢第一场，第二第三场他输掉的时候，他第四场球在我们的主场他就用兵非常谨慎。嗯，可是那一场球我反而用兵非常的大胆，对，很大胆，我就是不断的轮替，因为我看准了你只用七八个，我就发现你不对劲。有一球苏伟才换上，不是才换上，他打了一阵子他投进，那理论上那个时候教练不会把你换下来。对，我想起来了，你把他换下来，我把他换下来，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发现，而且是就在前一个 play， 对，他投进之后我把他换下来，他跟我说我刚投进，我说你相信我，你下半场要打更多。然后后来下半场在轮替的时候，对方只有一个高国豪，嗯，对，你们两个就是分用你们两个最好的体力去对付一个高国豪就好。所以那场球其实就是苏伟也能够去体认到我们为什么当下要那样换的。在最近呢，有一部电影其实非常的有名啊，这个是一部老电影，然后拍了续集叫《捍卫战士》，嗯《捍卫战士》第二集，大家全热血沸腾，而且很多人二刷的，这个已经创下阿汤哥就是他在个人从影以来的最高票房记录，确实好看，好看。那我跟徐总基本上我们是那个看过第一集的，对对，我们是小时候我们是进电影院看第一集的，对。在季后赛的时候，你有用这个《捍卫战士》的台词跟情节来鼓励球员，这怎么会有这个灵感呢？是因为你这个电影是很感动，还是说就是什么契机呢？第一轮对到梦想家的时候，我们是礼拜六的比赛，其实球队礼拜四就出发。当天晚上，我们的最佳GM Chris居然安排了全队在台中的电影院包场，让我们去看这部电影。哦，是包场啊！包场，包场，包场，让我们对就很舒服的坐在那边，还可以吃东西，然后就看这部电影。然后进去的时候，就像你刚刚讲的，我就问了几个球员，欸，你们有没有看到第一集？所有人说，我又不是你那个年代，全不会聊天呢。
因为看了，所以我觉得全队在那一个情境下，他们后来出来都说哇很好看很好看，那我就借由那个一个台词啦，因为我觉得大家都看过，所以你们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那你当时印象最深刻的台词？其实意思啦，就是说你开飞机的重点不是这飞机，而是开飞机的人啊。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后面用一台比较古老的飞机要跟先进的飞机作战的时候，大家都一直有质疑啊，老飞机啊，怎么搞啊？人家打 啊，你们打比你们自己比喻成老飞机，没有，他只是说就是要完成这个任务的。啊，不是吗？事在人为的概念啊，所以他猜对是你啊，事在人为。我以为说徐总意思说我们虽然是老飞机，但是我们是开重点是我们是开飞机的人，我们是有经验的 pilot， 所以我们是可以击败新式。都有。其实这个寓意也是这样，很好，这寓意蛮好，就事在人为啊，这寓意蛮好的，蛮好。平常追剧吗？不会，我没什么时间看电影，所以那天看的电影是我可能近三年以来第一次进去电影院，真的。我以为你是喜欢看电影的人，我喜欢看，可是我没有时间去看、啊、而且我会觉得追剧也好，看电影也好，好像有点那个时间在这上面浪费了。也不要讲浪费啦，就是你看电影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啊。对啊，我就我会觉得想要看的是能够让我速成的电影，是不是？能够让我运用在球场上跟球员讲的电影。他无时无刻都在想着怎么赢球、欸，他任何事情他都要就是、哦、我这个这个要套在球员上面，我这个要套在球场上。徐总，就是你平常跟篮球无关的那种放松方式，记中跟记就是球季过后比较不一样。像球季过后，我很喜欢去海边。哦，那你可以跟中先约约啊，他都去他家那边，宜兰有点远哦。我大概就是北海岸那边跑一跑。你的海边是你是下水玩，还是你这边看海景？不，有两种，有些时候是看海景，那有些时候会直接下去。现在不是很多年轻人喜欢 SUP 吗？对，我也会，你也会，会，哎呦，大家都不知道，会、欸啊，很潮、欸，我会自己开到很远的地方，然后再回来，然后开到那都没人的地方，欸、不要太远，对，回不来，对啦，要小心欸、哦、是球季中比较常做的事情，可能就骑一个车吧。那我喜欢骑越野脚踏车，可是我都是在我家，我在木栅嘛，就合体，合体那边嘛。然后我会骑到碧潭，早上大概5:30-6:00出发，然后回来大概7:00，对，大概是这样，就这样舒压吧。嗯，欸，在今年球季啊，其实除了你自己在球队的付出啊，然后这个带领球队打比赛也获得很多关注之外，其实你小儿子、嗯、也受到很多关注，欸，他讨论度也很高，欸，哇，他现在已经变成勇士在行销上面的一个 KOL， 就他已经地下代言人，他已经会变成一个影片的主角了。就是这一集就以他为主设计，完全不陌生欸，而且完全不怕生。他对上志杰就像对到他的同学那样，志杰你三分球进步喽，这种欸。而且我觉得他最就是徐小儿蛮特别的地方是，当时他就是。我原本以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公司的行销人员会拿题目给他，啊，他没有题目，没有题目吗？他直接拿了麦克风，就一个人就喊，哦，真的假的，就自己设计过的，没有，他就自己跑去问，所以我也很压抑。那我们发他来一集，我发给他，我们来专访他，他不受控，我们需要有人写 Q&A， 蛮，他就看到谁就会自己去问一些问题出来。他有没有什么在家里面或者在相处上面让你觉得很温暖的事情？哇，其实他中班的时候，就我常常出门要练球啊，哎，出门小心点啊，然后你要那个啊，平安回来这些，会讲这些的话啦。这么成熟，哦，就很奇怪。中班的时候我那时候还会想，你是不是老师教的啊？然后四月我生日的时候，他居然就跟我说：“爸爸，我送你一个生日礼物。”我说：“好，哎，好棒哦！送我什么？你带我去合体打篮球。”什么？到底是谁送谁生日礼物啊？今年球季结束了啦，哦，那算是对勇士这边算是一个蛮完美的句点。那可是下一季呢？下一季现在看起来大家都补强，对，这个在阵容大家都很整齐。那选秀大家也看起来都选到各自想要的球员。对，那对于勇士来讲，我们先不讲补强这件事情，我们就讲以目前的队形来讲，有没有哪个位置你觉得可能是接下来球队可能最需要的？首先当然是先想办法跟福禄寿能够续约，那志杰绝对没问题啊，志杰还有合约在。然后就是小鼎跟文成，那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留下来，继续打拼，继续合作。大家知道我们今年有冬超，
所以我们的比赛是比其他各队要来的更多，然后我们希望原有的人手能够，就像 Chris 那天我们在赛后庆祝活动上面讲，他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留队，那我们在选秀上面再去找一些好手的加入补强啦，当然还有一些去年原有的球员的提升，技术的提升，桂宇啊、祥君啊、然后廷恩啊，这些能够耕耘啊，能够把他们的能力 再提升，来帮助球队。在中生代球员里面，中生代新生代球员里面啊，扣掉福禄寿啊，这些老将啊、洋将不算。嗯，你觉得今年哪个球员成长最多，是你看得出来？哇，我觉得每个球员都有成长，可是他成长的地方在哪里？像祥君整季就是因为伤的部分，不敢让他上台。可大家应该有看到他的外线，其实这一季就一直有在要求他，如果说你越靠近篮筐，你碰到的中锋的高度越高，因为今年来讲每个球队都是七尺以上的中锋，那你要在那边跟他 low pull 一对一，除非你对到的是本土，可是有很多对方的洋将是不会去守对方的洋将，都会来守我们的本土，所以在冠军赛是辛巴守他。对，所以其实我们有意识到大家这个点，所以就告诉他说，那你就要先就是未雨绸缪嘛，先去准备一些武器，所以他这一季就在外线部分有进步。那过雨的部分大家应该知道，季初我把他放在控球，在这个方面又比季初进步了。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些不同地方的进步，尤其过雨他在心态上面，因为一直有告诉他，就是说他的确是个不错的球员，可是我很担心的就是大头阵，尤其中华队一回来，哇，我从以前碰到太多了，都要先克服，要先去解决他们心态的问题。你如果够好，那你真的自然有机会。可是如果你够好，可是你却不懂得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把自己的心态放软，或者重新去做一些学习的动作，那你即使上来了，你可能一下又要下去了，对，一下又不见了。好，那我们在这集节目呢，很开心邀请到台北富邦勇士的徐哲总教练。在上一集呢，我们集了重机了，准备要考照之后呢，这集就要好好聊一聊在冠军战这段期间球队发生一些故事，然后也把他们夺冠之路的心路历程跟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分享，也请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我们在夏天会有更多的计划。希望第一排，我们下次再见。我是王柏林，我是 Henry， 我是云蔚，是许晋哲，拜拜，拜拜。